开来咯，开来啦！旧年末又要睇哪个？听到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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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嘅画面有冇问题？啊？听到吗？听到吗？听到吗？有冇声啊？又又又，画面 OK， 声音 OK， 咁啊得 ，Let's go，Let's go，Rock and roll。又话冇刷牙声，你想听我刷牙声啊？我录啲刷牙声上个 iTunes 俾你下载，我用口咯。我你知咩叫口技啊？啲人就可以即刻即系整唔同嘅声音啊！即系把口咧唔需要，即系嚟话你要雀仔叫，跟住佢个口又喺度啾啾啾啾，跟住佢又会整到好似啊！我都系整到。系咪学得好似刷牙声吓？第一个啊，点解？我想问一个问题，点解我刷牙呢张相我系咁高 like 数？我啱啱睇咧 ，last 一次睇系已经去到唔知7000几 like。点解？点解我上次我拍一条咁精彩，同 Keyman 拍一条咁精彩嘅射波啊，卖弄球技吓、啊，美斯师傅。啊！美斯同斯朗师傅表演球技，教你哋出花式，拍到身水身汗啊，又要剪啊，又剩啊，吓、啊、日晒雨淋啊，啊大龙凤，但系得4000几 like 啊？点解我简简单单影张刷牙相啊，可以咁高 like 数？原因系咩？学术讨论啊？咩小气？咩小气？你根本你怕唔怕？话咩怕我小气？怕小气你咪如果怕我小气啊！每晚都睇，起码都7000-8000啦，咁下下都7000-8000 like 啦。如果系真系怕小气，就唔会有个变化啦。真系怕小气，系嘛？根本就冇，根本就呢？你呢讲啲理由系唔成立，根本就冇嗰个逻辑喺度就。呀呀，完全系你呢个。检咩控方律师所讲嘅系无理指控唔合逻辑，古美门就成功推翻咗你哋一啲谬论吓？点、啊、解？我想知点解？点解会咁样拍？即系我是但起身咁样，是但咁样吓？刷牙影张相摆上去啊，7000几 like， 跟住精心度下啲练下波啊，拍下片啊，有机会咯。贵啊！又似俾人拦到，就系得4000几 like， 仲要我仲系要喺度拉票啊！好似嗰啲林在嘢嗰啲喺度拉票，原本好似得2000几、3000几，拉完票先有4000先多咯少少。加呢个系未拉票完咧，已经7000几 like 吓、啊。因为中意我棚靓牙好白吓。啊你讲我刷我排牙齿系咪好白白雪雪啊？你系咪想我嚟讲你太靓仔唔 like 唔得啊？咁样冇，我只系想了解原因。如果呢个系你嘅原因嘅话，我乐意接受，我乐意接受。我只系想了解呢个世界嘅运作，了解呢个真理。佢爱德华艾力克钢之炼金术师，我想知道真理呢、這个世界真理喺边。真理之门在边度？好嚟啦！又话咩拍巨龙照包你过10万呢啲啊？唔做呢啲事情啊？点会做呢啲咁嘅嘢啊？木村拓哉又冇使，木村拓哉需唔需要拍巨龙照嘅先有 like？ 唔使啊，正正常常啊 ，OK， 正常都系咁样啊。你讲我刷牙 pose 点样？有冇系咪好有型？有人知道我喺度刷牙一路玩緊嗰个系咩游戏吓？有人知道考你眼力聪明嘅人就应该会知道，咁我知道我究竟喺刷牙期间玩紧啲咩游戏？有人知道？好，睇下点啊，郭大侠，俾个直线噶啦，靓噶啦，呢、這个情况下系可以咁样俾噶啦，可惜啊，想眼前嘅时候冇办法攞到啊。有人答到啊？就系、是、真三国无双，点解你会知道？你肯定成日玩啊！你知唔知道我用边个角色先？我话俾你听啦，而家系冇错，的确系玩三国无双啊！
知唔知我用边个角色？知唔知点解我会玩三国无双？啊，因为咧得三国无得呢一只游戏啊，可以喺一般人咧，正常人咧已经一路刷牙一路打机已经冇可能嘅，唯独是呢一只 game 系要配合达叔呢高智能嘅人同埋技术型嘅，先至可以一路刷牙一路玩。你知唔知点解？因为三国无双咧就系、是、呢、這个游戏咧就。可以话同某啲手机游戏一样嘅，即系揿一两粒掣就搞掂嘅。我只系需要喺度揿下正方三角，我真系试过啊！你因为咧你行嗰啲你揿正方咧，三角无双系揿，你揿正方佢就会劈，咁劈咧通常佢会向前踏步再劈嘅。跟住我就系咁样喺度揿正方三角，我左手我根本上系唔需要喐，我就咁喺度狂劈啊，得闲揿下三角。出下絕招，跟住有無雙嘅咪撳圓圈咯。如果你用趙雲咧，我話咧，我玩三國無雙超熟。趙雲咧係唔知嗰個叫咩 charge 一啊，佢哋叫咩儲氣定咩啊？佢哋三國好似有個專屬用語，我唔鬼記得。總之咧，你撳三國趙雲嗰啲係直接可以一支箭咁飆向前跑得仲快。好，靚啊！跟住如果你玩最新嗰個三國無雙咧，佢騎馬啲嘅撳實一個掣已經方便好多啊！即係仲可以 call 只馬過嚟，跟住你又好方便咧，你又可以玩到即係就咁一隻手單手都玩到，係我先諗到嘅。好嚟啦，咁我用咩角色有冇人估到啊？係啦，三國無雙要用咩智力？梗系要用智力噶，唔系点话明三国字三国打仗唔使智力噶，梗系要智力啦。好多几时用无双，几时储冇用智力，你点攞到嗰啲咩隐藏武器啊？黐线，你以为咁易攞啲隐藏武器用咩先？咩要有时候要跟劇情，有时候要唔跟劇情，有时候要即刻一开头已经兜到去人哋嗰个大佬嗰个总大将嗰个位置，跟住就唔知点样打。好鬼难攞啊！你冇睇攻略，有啲你根本唔知点攞。咩敌方唔知咩贵重物品发现佢最忌。如果你有玩三国无双，你就知佢成日无啦，你要好辛苦先戳到咩贵重物品发现，劲难。好，细个根本嗰阵时细个一开头咧，第一次接触三国无双嗰阵时真系好奇怪。喂，究竟点样攞咩第五武器啊？嗰啲完全。一支都攞唔到啊！跟住就上網喺度揾咧，先知道哦，有啲咩特別竅門啊，又要買攻略性，黐線！有時我呢啲出得太難，都已經唔係俾人類可以自己摸索到嗰啲攻略，好似嗰個咩 PT 啊啲關，有啲關已經係即係你正常已經推理唔到。而且你三國無雙咧一玩咧，如果你要攞啲武器咧，起碼玩成十幾分鐘，我玩到你眼火爆，要唔要俾直線啊？呢一球？自己一路推可惜啊！好，小心啊！有好多人都话冇攻略根本唔知点拎第五武器系啊！跟住而家嗰啲新嘅三国无双你可以玩啊，已经系变化好多啦！即系而家佢已经冇锁定你咩武器噶啦，即系佢你边个人都可以用。例如你可以用劉備，可以用嗰啲青龍偃月刀嗰啲大彎刀嗰啲都冇咩問題。而家新嗰啲三國字，如果你要問我三國無雙最大嘅問題就係咩？佢就係咁喺度咩咯 ？Empire 啊，咩猛將傳半年又出一次咯，而且佢永遠都冇戰國無雙咁好玩咯。你要留意一下。戰國無雙好玩好多，有咩入城戰，即係佢有分啊，出面啊野外嗰啲戰鬥啊，入邊又有入城戰啊，同埋啲馬，以前咧舊代嗰啲三國無雙咧，啲馬係唔識跳嘅，係戰國無雙先識跳啊，去到唔知近幾代佢先，唉，見你班三國無雙咁慘啊，而家先俾你加啦，有冇人可以答得出咧？即係有時戰國無雙同三國無雙，除咗啲人物有啲咩唔同玩法，其實差唔多啊，係多啲兵種咯。咩戰國無雙有啲咩開火槍嗰啲，其餘講真唔係話太大分別。新三國仲有冇得執地下啲包食？有啊，不嬲都係三國無雙一定係咁樣啦。咩執嗰啲酒啊、包啊嗰啲咁樣咯。呢個佢嘅歷代傳統嚟。好，我识啊，追唔到啊！有人话咩啊？
玩三国无双当历史堂，但系你如果你玩咗十代之后，你仲会唔会仲想再温历史？你已经熟到咪到熟唔熟啦，即系已经你已经记得啦。我呢一场仗啊嘛，赤壁一开头系点点点，咩咩黄盖要保护佢去炸降，嚟嚟去都系咁样嗰啲玩法。你仲会唔会想哇？系如果话呢段历史好好睇喎、啊，呢段 CG 正喎、啊，哇好有逼力啊！因为你已经系佢虽然每代都整新 CG， 但系你已经觉得唉冇咩好睇啫，咪又系咁哦咁样咯。你仲会想嚟哇？桃园三结义啊，好豪气哦、啊！同年同月同日死，哇好好兄弟，你已经睇咗第 N 万次啊，跟住有。系有唔知上集定第九集嘅，有时嗰、那个佢啲发型唔知关羽嘅整到个头劲高，跟住嗰啲咪整得唔好咯。有时嗰黐线走火入魔，即系佢谂唔到有咩好改，系大王。佢每啊系佢每年每代花最多心思啊改角色造型咯，啲女啊我点样改啊性感啲啊，着啊上次着长裤咩咩黑丝啊，今次着短裙仔啊就系、是、咁样咯、啊。梗系好多，我次次出三国无双，你想高登 search 嗰啲留言就系全部都系咩无好 P， 无好 P 啊，舐舐嚟话边个角色好靓、啊，今次啲嗰啲佢唔会，讲真的真系冇咩大嘅变化，啊，好，仲有嗰啲咩叶剧情啊，系啊，有啲兄弟讲咩叶剧情，今集你唔睇攻略，我都唔知点样触发可以去到啲叶剧情。亂咁玩先玩到一兩個出嚟，跟住後來本身都想後一開頭咧，成日都會包拗頸嘅，就係想自己不如試下自己睇下有冇捉到啲葉劇情出嚟啦。點知整下整下咧，就要即係已經玩咗哇！今集三國無雙一關玩成差唔多15-20分鐘啊，攞命啊，大佬！跟住你搞一次，你揾唔到葉劇情，你試多一兩次，你已經係唔想再試，同埋又係嗰啲咩熟轉偽轉每個角色咧。即係如果你要想打爆一次，你已經好辛苦嘅。即係你要玩一個角色爆機，即係爆曬好似有10幾關。咁咧你爆暈曬咧，就起碼已經講緊係要成可能4個鐘啊，一個角色喎。咁你例如話魏國咁，已經有10幾廿個角色。如果你想爆曬佢咧，就已經係講緊玩到黐筋。如果呢只 game 如果你真係想全部角色爆一次，起碼玩半年。講真。好，俾啊俾后先，咁差唔多啦。今日同你分享一单新闻先啊。今日咧，其中一单新闻咧就寻日咪喺度讲咗话嗰个地铁，佢话有个人日本地铁站咧有个女仔跳咗落去嗰个地铁度，即系明明有车经过，点解？即系佢话但系搵唔到尸体，好恐怖啊！系咪惊杀戮都市入咗黑球？咁今日咧就有兄弟 send 咗俾我啊，佢话咩新聞嘅真相系点咧？咁咧佢就话咧，原来当即系跳轨嗰个咧，佢系一个系嗰位女性咧，系一位老嘅妇人嚟嘅，即系年纪已经有翻咁上下噶啦。咁咧就有幅连环图，即系喺度解释究竟呢个老妇咧点解冇事嘅？咁咧佢就话咧，一个老虎咧就跌咗落去嗰个路轨度啦。佢然后咧就真系好似你哋咁讲嘅，就话咩即刻即系匿喺嗰个路轨底度啊踎低。咁咧个路嗰个车咧就咁样驶过啦，所以佢就冇剪过，因为佢又即系佢有乌低缩埋一角，咁有个路轨即系嗰个车底同埋嗰个地面咧相隔一段距离啊嘛，同埋嗰个。地鐵咧，碌中間係有個坑位嘅。總之，如果你匿喺嗰度咧，正常咧係可以冇事嘅。咁咧，今日佢就話咧，架車經過之後咧，個老婦人咧就即刻咧就行咗出去。但係咧，佢話咩？好可惜咧，就唔係好多人見到呢一幕，咁就咧就造成咗呢件事。咁咧，大篇新聞咧就同尋日有少少出入嘅其中一個地方，佢就話咧係話咩司機咧？佢係見到嗰個老嘅婦人呢係出嚟嗰、那個，然後同佢傾個偈嘅，佢就話：哦，佢話你冇事啊，佢話類似唔知咩大丈夫，大丈夫。之後個老婦人話：係啊，冇事啊。之後佢就話咩急急腳腳咧，咁就離開咗嗰個即係出閘啦，咁就冇事。咁咧，但係呢件事咧，即係呢個就係一個即係佢哋嘅解釋啦。但係你聽起上嚟咧，我相信好多人都會覺得莫名其妙。第一。
即系如果正确，好似以我所知，假设啦，即系个老妇人点解要咁样跳落去咧？第一件事，即系佢又即系突然间佢又识得匿埋，肯定唔系自杀啦。如果系自杀，佢就唔会咁样匿喺个车底度啦。第二，亦都应该唔会有人推佢落去嗰、那个路轨嘅。即系如果有人推佢落路轨，正常佢即刻报警啦，即系俾人，即系佢肯定冇事。之后第一件事啊，边个啱啱有个月台有个癫佬啊，推我落个路轨啊，即系肯定会报警噶嘛，系嘛？咁啊，至于会唔会系唔小心跌倒咧，系有咁嘅可能性嘅，但系即系佢都有咁嘅可能性啊，可能系会有一个咁嘅机会啦。咁啊。咁但系咧，佢就佢话咩急急脚啊，同埋嗰个司机，如果系明明即系知道佢行咗出嚟啦，咁啊司机正常就点样嘅，使乜报警察啊或者咩，咁啊即刻澄清啦，何以仲会有呢啲新闻出现咧？咁啊，始终都系我都系觉得有啲怪怪地成件事，扑朔迷离啊！又话咩有红鬼，咁呢啲就真系唔知啊，讲真的。咁啊，呢个就系，因为佢咧，始终佢又冇话揾到嗰个老虎咧，就然后喺度讲你啊，嗱英，哇呢下吸落去，哇咁靓啊，呃到佢耷耷含，即系佢又冇讲到话即系嗰个揾个老虎嚟做个访问咧，就话喂，点解你会发生呢件事冇嘅？佢只系得一张连环图咧，就喺度讲，即系当日嘅即系事件系咁嘅啫，咁但系又冇。呢、這個連環圖係咪真實呢？官方呢好似係唔知，好似佢係似係一啲截圖嚟嘅，似係一個日本嗰啲香港早晨，即係日本早晨咁嘅節目咁樣咯，截圖。好，但係佢就冇真人喺度訪問咯，就係影即係有幾幅嗰啲 CG 畫啊，咁樣講啊，就話咩其實一個人類咧喺我車底度咁樣踎低咧係唔會死嘅，點，即係話有個唔知好似大概有80cm 到啦，所以你縮埋咧係正常咧就應該碌唔到你嘅咁樣。好嚟啦，90分鐘噶啦，呢一球千祈唔好輸啊！斬到埋嚟，小心啊，頂走佢先。好。一夜即刻清走佢啦，嘥时间就系咁样咯。跟住咧就呢单新闻目前只能够系咁样定案啦。即系因为佢即系我哋又冇更多线索，佢又冇俾到闭路电视。即系正常嘅话，呢啲有闭路电视睇，你肯定系冇死嘅。一睇落去就知道，我当时系咁，即系地铁站实有噶闭路电视，但系佢又冇公开到吓。啊嚟啦，仲未够钟，保持五分钟咁鬼耐，哎，完啦。有人话嗰系朝阳老虎在传道，黐线咩？几廿年前香港咧都有发生过呢啲事情，唔知即系咩世界上嗰啲古怪事情咧都好多嘅。咁咧之后仲有单新闻系咁嘅，佢话咧近日咧就台湾咧有一段咧情侣闹交嘅片咧，就喺网上 Facebook 度疯传嘅。咁咧就咁嘅，佢嗰段片系点嘅咧？就话说咧就系、是、哇！我哋系咪升班啊 ？Division One 终于升到第一啦！咁咧佢段片系点咧？就首先咧有个黑色着住黑色衫嘅女仔咁样啦。咁咧嗰件上衣咧，即系佢下半身就冇着嘅。咁佢就攞件衫咧，就即系你知啲女仔好兴嘛，会买件咧长长地啲卫衣咁，啱啱冚到嗰个下半身嘅重要部位，咁样就即系觉得好似好 Q 啊咁样啦，咁样。咁咧就佢下半身咧就冇着，点解会知道冇着咧？一阵你就知。咁咧就咁咧有个男仔，佢男朋友咧怀疑系，咁咧就戴住头盔嘅，咁咧就啱啱咧就落咗电单车咁样啦。咁咧佢哋成段片咧就一开头唔知个男仔已经喺度同佢唔知嗌咩咁样嘈交，跟住嘈下咧就想食烟啦，跟住个女仔咧就一嘢掹咗支烟抌落地下，即系狂踩咁样踩熄支烟。即系开始啊，男同女开始打交啦。即系个男咧就一脚兜落去嗰个女仔嗰、那个。肚度嘅，咁兜落去之后咧，突然间件衫就松咗，喐一喐啊，咁你要见到段片咧就打格仔咁样嘅，你就知道哦，嗰个佢应该系冇着，跟住咧
跟个女仔又好嬲啦，然后咧就揭开佢个头盔。佢个头盔咧就你知，如果你知道嗰啲电单车头盔咪有块好似玻璃咁俾你开山咁样，佢就揭开佢个玻璃盖，系咁喺度冚我个男朋友。咁嘅嘢佢又喺度狂冚啦，之后男朋友咧就后来咧越嚟越癫啊，除咗踢佢之后咧就黐线就喺度揭佢条裙或者衫咁样咧就特登掀高佢嘅，咁咧打打下咧。打好耐，起码五至十分钟，突然间有个路人经过，个路人经过咧就喺度四围望啦，咁样喺度，你估下个路人做啲咩？佢喺度望嚟望去，之后一路行一路望咁样啦，咁嗰两个人咧就即刻咧就喺度扮冇事，就好似红白机嗰只 game 咁样啦，喺度即系一差佬一嚟到有一只屠肉 game， 唔知有冇见过红白机，跟住就系差佬一嚟到啊，即刻两个喺度扮冇嘢，喺度吹口哨咁样，咁佢哋两个扮冇嘢，嗰个旁观者咧应该明明已经知道，因为睇佢眼神已经好奇怪，咁样结论咧个旁观者就乜都冇做啊，睇佢哋喺度。咁就算啦，唔阻止佢，由佢哋继续嚼。咁呢段片咧就俾人咧好多人咧就喺度话啦，话黐线啊，点解会即系佢话台湾啲情侣咧，点解会成日咁样嘅咧？早前咧做一段片咧，即系有啲人即刻喺度提翻啊。我早前做一段片咧就好变态，唔知道我冇同你哋讲过啦。早前咧就一段片咧就系、是、有一个男仔咧就一开头咧已经跪喺度噶啦。咁跪喺度做啲咩呢？就而家就一段片咧，就系喺屋企嘅嗰段片咧，环境系屋企嘅。咁咧就见到个女仔咧，好似主动揿个手机咁，开始录片咁样啦。咁咧一开头咧，就嗰个女仔就已经系咁喺度冚嗰个男人嘅，就系咁啦，劈劈劈，系咁啦，刮佢。咁咧就跟住就话咩类似。印象就係話佢咩手機唔聽，做咩唔回手機，唔聽電話啊，咩出去玩啊，咁一路冚，跟住冚得好賴聲，係咁啦，劈劈劈劈劈，成段片就係咁冚，刮條仔咧就跪喺度，即係佢叫佢跪，佢即刻跪喺度，跟住咧就跪咗一輪啦，咁樣喺度冚完之後咧就突然間咧攞個女仔咧攞杯嘢出嚟，攞個紙杯，跟住入邊有杯嘢。好似喺雪櫃定咩？唔記得喺邊度，就攞一杯紙杯咁嘅嘢就出嚟，之後佢就講一句咩？即是昨天晚上的咁樣啦，即係昨天晚上的。跟住咧，然後咧就個杯顏色好似都係黃黃地色嘅，但係唔知道係咩嚟，入邊真係冇，佢又冇講到明。之後咧，跟住佢又俾個男人飲啦，個男人就即刻咕一聲，佢話呵，跟住佢就即刻叫嗰個男人就即刻喺度呵。之後跟住咧，嗰個女仔就喺問佢。好不好喝，跟住佢就话好喝，跟住佢就系咁喺度刮佢，求佢不大声一点啦、啊，即系个女仔就系咁叫佢，点解好饮唔大声啲讲好饮啊，要人叫嘅咩？跟住就系咁喺度咁啊，好喝就即系佢每讲一个字咧就冚一巴嘅就好劈喝劈真劈么劈不劈大劈声劈一劈。电劈咁样，即系每讲一个字就系咁喺度拍，好似以前嗰咩差佬咩 Happy New Year 啊咁样，即系一路讲咩 Happy New Year 啊，你谂下就系嗰啲咬牙切齿一路喺度煎人一巴，一路叫人饮。咁咧嗰杯究竟系咩咧？好多我都问过啲朋友嘅，就问佢大家估系咩？因为佢又讲有个线索就系咩？这是昨天晚上的，咁于是啲人咧就话会唔会系呢啲？唔系几好嘅嘢，即系寻晚即系排泄物之类啊，嗰啲咁样啦，咁啊唔定嘅，唔肯定。咁咧就总之就见到佢成，跟住嗰个男仔咧就即刻卑躬屈膝，好似好恭恭敬敬咁，就喺度讲咩好啊好啊，即系好似傻傻地咁啊！即系坦白讲就系因为咁讲，佢好似俾人催眠咗或者点，即系总之就虽然面有难色啦，有少少眼水啊咁样。但系佢系照咁讲，跟住咧就跟住又唔知继续喺度讲啦，就喺度闹佢唔听电话。我印象中系唔听电话，但系总之你唔系太了解点解要打到咁金，又叫佢罚跪啊，成佢跪坛冠，好靓啊！跟住咧就最后咧就好奇怪，但系段片收结系点咧？就收结嘅时候咧就系、是、突然间咧佢就好似电话响定咩就话即系嗰个男仔喺度听电话啦，跟住听完电话之后就话
就突然间佢就话咩收嘢啦咁样，跟住咧就佢就走，个女仔咧就走去熄手机，熄嗰段片，之后就个男仔即刻走去执拾嗰啲杯啊碟啊嗰啲咁样，即系嗰杯饮嗰杯唔知乜鬼嘢嗰个杯咁样，跟住就完咗，但系就好奇怪。好，咁呢个时候咧，你个因为呢段片系 Facebook 流传嘅，好似有已经有几万个留言，你估下下面啲留言系讲啲咩？即系个个都人喺度讨论。究竟个杯系咩嚟嘅？之后原来好多人就喺度恶搞咧，就喺度留言讲咩猴靴咩好汉，喺度讲就喺度讲呢啲说话。跟住亦都有啲人，你估啲人系会支持个男仔定女仔？正常嘅人都会支持个男仔啦。话做咩事咁惨啊？点可以咁样打人啊？大佬咩咩咩啊？系咪啊？但系亦都有啲人就话咩男人就是咩贱，咩男人就是贱。佢系咩咩就系要咩咁样咩罚佢啊点点点啊，但系总之就系台湾咧，好多人你哋唔知道就以为哦台妹好正点点点点点，佢而家就话俾你听啦，即系台湾好多人咧，呢个系我识好多朋友啊，同埋啲江湖传闻都系咁讲嘅，就话咩台妹即系一开头就可能对你好好，即系拍拖啊或者未结婚之前咧就系个好温柔啊好。小鸟依人，佢话到结咗婚之后，通常咧就变咗另外即系一个样噶啦，就即刻咧系恶好多，就即系完全就同即系结婚前两回事，即系所以你哋就小心啲咯，即系因为我见你哋成日都话好中意台妹，系嘛？好嚟啊！台妹成日就系咁讲，给你拍照啊！唉，我等一下传给你哦。佢成日都系咁样讲噶嘛，好系啊。喂，有时我听得太多，我都会觉得嗰啲起鸡皮，因为我有时觉得太过鸡仔声嗰啲，我都顶唔系好顺。佢系有少少似嗰啲，即系日本人嗰啲语气啦，咩的士哦，咩咩咩的呢，咁样就成日加好多呢啲嗰啲助语词啊，嗰啲咁样。好。嚟啦，小心啊，清得靓啊！小心啊呢球，咩不安？台妹婚前婚后两个人咯，通常啲人都系咁讲。但系你一般人点会深究到呢啲地步啊？你就话觉得我台妹好靓啊，点点点啊咁样啊？好，小心啊！哇，斩过嚟，估唔到呢下真系抵佢入啊！呢下俾佢呃晒。因为咧识得一个人唔错声都系鸡仔声啊，系佢哋叫咩蛙。